救了后，我就非常的欢喜，可以看到我的宝贝子怡了。你看你耶，说你哪会出世，你就不记得我爷的娘亲了。娘子啊，原来你的是此哦，我想看以后已经有怀胎了，你生就是我的胎宝贝，既然是我的死宝贝啊。你看已经来到观音庙前了。错啊，金董爷，你这个讲观音菩萨非常的灵感，不如夫妻今日来去祈求神明保佑俺们的家太岁可以平平安安呐、啊。陈振古，强，你真是强！用药六甲给化成莲花时，变中妖怪魔用，爱你不去，而以何来见你呢？我以何来打算呢？啊，巧了，不然。翻翻了计无用，前日已去家中，睇我变化了计无用，变了。睇我翻。爱跳河，爱就将伊杀下去，生生死死。陈继国，一下俺不应该给非做现在，不是去白相，老人的死，我爱叫玛莎，就爱给自己疯啊！你爱叫玛莎，那是来给好死吗？是的，你莫全部不救，爱就将他。生生死死呀、啊！